文培国小为着让学生更加了解在地布袋戏文化，邀请国际知名的廖文豪布袋戏团来到学校表演，现场各种特别的戏红啊动作，是让学生一直发出赞叹声。学校嘛是希望能透过实际欣赏表演的方式，来建立学生对布袋戏的兴趣，把这项文化继续传承给后一代。你我会使讲情到遗憾。舞台上的布袋戏红啊，配合着灯火、音乐，加上廖文豪大师多变化的声音，动作表演是非常的趣味精彩。诗书而讲托，今古思道知，富贵皆由命，荣华自由是啊。廖文豪变化声有二十外种。哦，等下时间做咧，佫足一种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这真正有这个艺术感，啊，红啊，哦，足一种的变化就对。伦培国小是邀请到国际级的布袋戏大师廖文豪来到学校做表演，演出各种特别的内容，亲像戏红啊的画面、射箭等等的动作，尤其是看到特别角色的出现，是让现场的学生拢发出赞叹的声音。好看，好看，你觉得哪边最好看？很大的那个布袋戏，很大的布袋戏，看到还有没有看到别的？布袋戏会射箭，还有衣服会变色。觉得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精彩。对。那温德大师他在布袋戏这一块呢是相当的出名。那今天学生呢可以借由实地的观赏到哦温德大师精彩的演出，让孩子了解一些哦布袋戏从以前比较古老的一个。超偶的方式到现在很进步化，然后很现代化，结合科技，让孩子能够更了解到我们本土文化之美。布袋戏甲台湾客家文化是学校一直在推广的文化教育。这摆邀请戏团来表演，就是要让学生在看戏、听戏的过程当中，亲身来感受布袋戏的魅力，对布袋戏有兴趣，嘛来了解这项文化艺术。我们借由多元的一个学习，哦，那布袋戏会引起孩子的一个兴趣。那我想这样对我们招安文化的一个传承会更有帮助。会当欣赏到大师精彩的表演，相信是予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这也是真好的文化学习的体验。记者柯汉生采访报道。